那么来自从北京，那么来自。我今天晚上的话，主要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工人的进场，包括我们的机械设备，包括我们的板房的材料这一块，我们今天晚上陆续的在12点钟之前就基本上已经进部分。 我们现在从我们的机械设备，我们加大我们的机械设备和劳务人员的这个投入，设备的话，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在路口已经进来了39台了。目前我们到明天早上，我们达到100台，我们的垂直机械设备，包括我们的劳务工人，现在我们现场刚才过来了，已经达到了200人。我们到明天的话，我们基本上要达到600人的一个数量，来保证我们这个如期的这个工期的完成。